大家讲一下哈，就是讲哈，咱不是头一天去迄个里湖，里湖那边嘛，吼，有那个船跟那个秀那个没有看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东西啊，哈，原本是说是这样啊，因为哈，它那个是含在门票里面的嘛，啊，所以说门票里面没有，就是没有看到它那个公园，它还是要收那个钱。啊，可是哈，因为这样子，我有跟公司讲啦，哈，那公司是说哈，这个为表心意哈，简单的退了一点钱啦，哈，啊，他这个一个人退5块钱，啊，我是想说退五块这也无啥意思，哦，那我这边呐，哈，我这边跟导游我们就拿了一些钱出来啦，包含那个5块啦，哈，啊，我就帮大家加个菜，然后买一点水果给大家吃啊，哈，安尼大家讲好无？哦，啊无就是一个人退5块啦，哈。这样可以啦，齁，这样子就是买点东西啊给大家吃，然后我们就是帮大家加个菜，简单的菜这样子啊，因为这样我说实在的不能干嘛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我们处理啦，齁，那但是这个依照规定啦，齁，我们还是要签个字啦，齁，我们还是要签个字，那待会中午的时候就麻烦大家帮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啦，签个名就好，因为这个说实在5块齁，我们也是不好处理，一个给5块，好，哦，啊，就这样子啦，好，哦，啊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收费站嘛，苏州，我们要结束了。啊，这边没修啊。啊，这边我底下修了而已啊。这里是白杨湖休息站，而且盖底下什么镇？这个古镇，那几块？惠山后面。成就这呀，靠五名，靠五名好事耶。对了，那我们都签错了。嗯，不是吗？丽江啊。